今天是劳动节啊，自己的劳动节，自己种下的果，自己今天来擦干净。昨天晚上太冲动了啊，确实也是太生气了啊，摔东西了，结果摔了在墙上全是这个烟灰水。爸爸，还有饮水机。啊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连家都不想回，一回到家我就感觉很压抑。所以我觉得，夫妻一起啊，还是要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哦。如果两个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那大家都真的是很累很累的，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，真的是很累的，吵着吵着这个感情啊。就吵没了啊，家也吵散了。我的裙子已经变成抹布了。你存在穿吗？不穿了。你碰到这墙上。好了，不碰了。你可以拿。这是那个饮水机。你说你和妈妈吵什么呀？吓死人了！你知不知道有多吓人？回来时候你要跟妈妈好好说话，懂不？这样子妈妈才会重新接受你，这个家才能幸福下去。沙发上面也被我搞了这么多，这个等一下要拆下来洗一下。要吃个西瓜了，啊？哪来的西瓜？冰箱里面看到有。嗯。甜吗？怎么了？烂了。有让我觉得不舒服的。哦，这不是上次我和姐姐出去买的西瓜吗？这么久了。不好的天没人看，家里没水了，口渴。我看到冰箱里面有西瓜，就切来吃。刚才浇的水还没倒。我天啊！哎呀，累死了！搞了三个小时的卫生。你早上去别闹啊！我闹是你妈闹。你让着她一点，就不会这样子啦。哎，我还不知道。自己搞的，你还要自己来收拾。哎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嗯，爸爸，那你昨天给妈妈搞得我都要吓死了，你都没看见我哭了吗？嗯。哎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哎，累，真的心累，心特别累。本来今天。我们村里不是有人不在了吗？明天昨天跟我说要帮忙，今天晚上去吃饭，明天早上抬棺啊，抬棺上山。现在我都不想去了，不想去吃饭，明天早上去帮一下忙，抬一下棺算了，吃饭真的吃不下，心里憋屈的，憋得慌，哎。累死了，你知不知道搞了这么久才搞好？那你把吃点东西奖励一下你。我想吃汉堡。去买吧，啊。嗯。汉堡。爷爷今天跟我真的是，搞了一天。啊，你把我给累死了。刚才他那个衣服撕掉了，衣服换了一个衣服。